震动，吴建豪已经与百亿千金离婚，男方疑身体出问题，婚后依旧禁欲。近日40岁的吴建豪被曝和妻子石真善结束五年的婚姻，女方放弃抚养费，但对于细节不愿多谈。据悉，吴建豪与石真善在2006年因共演 MV 相识并一见钟情，经过七年的爱情长跑后，两人在2013年正式结婚。实际上，这次离婚早有苗头。吴建豪和石真善婚后频频吵架，更称在 ins 上互撕。石真善闺蜜还曾列出吴建豪五大罪状。特殊